Chào chị.大家同心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今仔日搁坐甲满满，啊，搁我一挂少年呢，提笔电来上课，我甲我的研究生讲，若要上我的课，恁拢带笔电来，是安怎？讲到遐，恁上网去证实，安尼毋则讲我袂讲甲喙甲全破。啊，所以我发现着讲，咱近来少年的愈来愈侪，带笔电来上课的。啊，东西嘛，啊，录制，大家家己鼓掌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就好。啊，我现在要甲全世界的本土台湾人介绍。啊，若有转来台湾台北，一定会。伫台北停留的嘛，啊，我原产啊，住伫国外，我几啊十年嘛，啊，所以转来一定伫台北停留，所以要甲本土台湾人讲，咱台北已经有一个啊总部啦，来大家看咱的啊。这个总部啊，欢迎来台北总部，希望恁转来礼拜二啊，啊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7点甲9点，希望恁较早来，拢客满啦，到时恁就无位啦，所以讲上好恁拢。啊，6:40、45都爱到啊啦，安尼你才会足清楚。咱台湾啊，民政府、台湾政府是咧做啥物？你转来台湾，才有即个意义啦。所以，我要甲咱台。州的啊，咱的同心讲，转去，这个是咱的要做啥？的一个点。那拜二、拜六，拢烧酒来啥？这个要做大桥站，甲这个双连站，这个就是啊，迄、那个。淡水线的啦，啊，应该要下的讲捷运啊，是淡水线啊，双啊，应该唔啦大桥，那是要做啊双连站吼，这个是应该是大桥头芦洲线嘛吼，嘿。所以，咱啊捷运啊，双连站甲大桥头站下车，行才10分钟尔，那散步哦，啊，才是市内啊，大家足清楚。你若要开车啊，足麻烦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大家少少坐捷运来，好、哦、啊，伫重庆北路口啊。往民生西路啊，重庆北路口啊，头10分钟啦，啊，行10分钟，我是足健康的啦。啊，这实在是安尼啊，啊，以前啊，少年的时拢
计程车一直就来。啊，实在，起码讲啊，那运动量太少，所以劝大家吼，较少年的吼，拢爱行路，吼啊练家己体力，啊这也都可以。所以安尼大家清楚啊嘛吼，啊拜你，秘书长要来演讲，所以大家爱带新的朋友来，咱带朋友来，拢有记录伫咧，这那是你的成就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大家爱表现一下，你那来咱家，拢是透明公开啦。哦，啊，希望大家把你的亲情要办身份证的，好、哦，啊是啊，少年人叫伊来受训的，拢请伊过来。好，咱要来过来介绍一张啊，台南的，台南这张啊，我有这个意义伫咧。咱迄阵啊，咧找咱的啊台南总部啊，去看，咱就一挂朋友啊，无来啊边啊饭店食饭啦。去啊食饭啊，看看，讲诶啊边啊饭店，咱来甲伊参详，咱甲过一半吼，看伊个生意无偌好啊。啊，一半来牛栏，啊，咱来甲伊讲，但是拢唔敢开嘴啦。吼、哦，咱迄阵啊唔敢开嘴啦。啊，听一个问题讲，啊，因个经营无好，想要结束啊啦。啊，这是事实的啊。啊，我是参与其中一个啊，过去一摆去看讲，欸看板写讲，哎，主让啊啦，要主让啊啦，咱去甲问者讲偌济，好、哦，贵深深。这个所在三四条路下做汇集，实在是交通足明显的。啊，咱。咱你都知，这大概是莫咧烧。好、哦、啊，咱卖讲爱开偌济钱，都、就是有这个困难。啊，咱直直吹，看拢无真介意。哎，到尾啊，秘书长一个来，讲恁台南拢吹无，啊，拢要进店啊。无一个支点，安尼咩来杀你？我甲秘书长报告讲有啦，有看一个袂歹啦。啊无秘书长，唔知伊讲好来看来看，看来个秘书长讲啊，这个好赞嘞！咱大家甲秘书长鼓掌一下，真正伊智慧足好，成咱对袂着。安、啊、怎对袂着？吼、哦，咱落地嘛足浅的，无法度。伊讲这个足好。欸，交代酒店讲，明仔透早就去甲签起来。哎、啊，迄个处处伊都阿咧拖，都阿咧辞言啦。啊！今个个咱有诶，当心个卡电话来呢，讲啊，这个啊，歹停车啦，迄种无好停车诶。啊，秘书长去暗接到酒店诶电话，伊困未起啦。透早就卡电话，我讲啊，咱明仔载透早要来甲签，不管安怎甲签起，我甲秘书长鼓掌一下。
真正伊若无这个啊，遐坚持吼，有影这一定袂成啦。伊安怎袂成？啊，两三个诶，同心伫台南诶，敲电话来讲，这个唔好啊。啊，当然，这就是讲爱看一个人诶眼光甲伊诶做法，这。我甲大家讲，实在，咱对袂着秘书长，实在，所以讲，伊会伫写这个论述来甲台湾有一条生路咧行，这实在足了不起。佮台南办公室这个总部的决定，咱足钦佩。所以伊讲，伊南州反正拜死，拢要来去。所以台南总部决定嘉义啊，足顺利的嘉义啊，因家这个分部啊啊，我决定。所以讲。希望那南部的世界本土台湾人有回来，你就来这里给我们看看咧。好，啊，咱这是拜三拜四暗时，我哪会甲写啊？就6:50，啊，实在是7:00啦。啊，拢客满啊！你无较早来咧吼，楼顶客满啊，你都爱坐楼卡去啊，去看视讯啊啦。所以，我甲提早写50分你来，你才会了解讲，咱唔是政府，咱甲啊，咱是政府，唔是讲甲一般啊，做啥社团共款。才会了解，咱开始唱3条国歌，所以予大家去感受啦，吼！啊，这予大家知。现在要放一波的访问，予大家搁较清楚。咱要放三例啊，咱秘书长接受访问的报道，予大家。更加了解，安尼，咱来和大家清楚一下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嗯、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王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生吞活剥台湾人啊、嗯、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，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、嗯、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，你会看得到。
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安内报纸广告。安内大家清楚，我抗议啊！三立，伊甲咱讲，咱这张是自己制造，咱唔是自己制造，咱这张是美国合法，美国制造，百分之百美国制造的台湾政府。身份证，当然，现在有很多社团我在仿冒，在敛财，他们说做一张是500块啦，有300块啦，但是绝对跟我们不一样啦，我们这张有晶片的，我们这有晶片的，我们这张入到美国，怎么入到跟他们做国内，他给你刷一下，你的资料都在那，所以这回咱17个代表应该今仔日入去啊，大家拢摕一张入去。这也要甲大家讲，咱受访的时秘书长安尼讲。咱4月25向世界讲，咱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来美国华盛顿 DC 记者中心，甲世界各国台湾民政府。台湾政府的成立，和世界拢知啊！以后，哪讲你是台湾政府，还是你是台湾民政府，一定要用国际法来甲执行。这我和大家，咱5月7日，咱的代表团就回来。这我甲大家报告，咱5月10日，希望受训的同学。动心拢回来，咱也要有重大的发表。所以5月12迄天，大家回去日子小啊，甲做一个记号，讲回娘家啦，回中台湾政府。中央会馆啦，安尼大家好啊，唔好啊？好啊，安尼大家我足清楚啊，因为我要较简单啦。虽然 PowerPoint 大家拢足清楚啊，应该咱台湾的真相啊足清楚啦，我。有收集一寡在 PowerPoint，
我讲较紧，大家这三天来，和大家用 PowerPoint 过来啊，回顾一下，和大家更加清楚。啊，这一个耐塞要做下永久啊，割让，因为伊是啥物啊，土质地嘛。唔只会使永久割让，啊，这个安尼大家清楚嘛吼？你那是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可以不可以割让？不可以。以后过来受训的人，咱啊，阿伯愈来愈严的，要考试安尼。凡是讲这条，这就是，你讲啊。依照战争法，国际战争法，迄个所有战败的土地都可以割让，这样对不对啊？对，不对嘞。啊，你就爱判断讲，伊是毋是土质地或是殖民地，才会使割让。哦，按大家足清楚啊，吼。好，安尼，拢大家，啊，这就是予大家参考啦，吼。迄阵啊，万清啊，这块土地，这是高沙的一个自治区来管理的。啊，现在啊，含这个不是一个啊，先给挂挂出去。你看，这不是一个管理的，也先给挂挂出去。啊，所以，大家足清楚啦哈。过来看，片很大。哦，真的片很大。啊，那片很大，这拢啥？这拢是，拢是啊，文青代表文青来啊接受啊，这个咱台湾战区啦，伊遮写吼，这是台湾啊，这中国台湾战区来受奖典礼。啊，典礼甲讲什么啊？台湾光复啦！啊，这不是骗很大，啊，这拢挂美国国旗啊，啊，挂美国国旗啊！伊迄阵啊咧惊啥？咱互日本的教育，大家拢袂歹，惊歹管理啦！哦，你们也是。战胜国的子民哦，当时候流亡政府是我们的敌人。伊讲，你们都是回归祖国了，你们都是战胜国的子民了啦，的国民了啦，公民了啦。你敢来搞人骗？唔是啊，我迄阵咧讲，我乃叫阮老母讲叫卡姐，叫阮老爸叫学徒啥。啊，真正骗很大吼！啊，这大家去思考，吼，这去思考这问题，吼，卖个讲吼，这都是咱秘书长率领228去告啊美国政府，2006年啊，到2009啊。啊！2009年4月7号才得到这个判决，所以咱大家足辛苦。从迄个时阵，有诶台独大佬啊，有诶啊讲靠知识诶人，美国高等法院都拢安尼判断啊，你要咧？讲啊，恁迄无影无一只，所以要予大家，甲大家讲，我看这几点应该大家拢清楚啊吼。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世界无承认的政府，人民要生活伫这个政治的联合，叫恁来选举，啊，予来。参加选举这个人，
你甲转一票，伊摕30块转去烧。啊，有影。诶，即卖个政党啊，搁50块啦，搁当年啊，编预算来分啦，安尼，所以这就是咱的政治炼狱啦。哦，啊，咱个哦，就是因为依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啊，美国那是啊。啊，台湾哦，那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。啊，七条就是讲，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啊，原告啦，就是咱这个单位啦，唔则有可能去底下设一个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，甲现在拢也存在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我让大家清楚。啊，谢律师上这两张图啦，就甲咱讲甲足清楚。是美国占领中，啊，恁头家啊，就是有所有权证的，住伫这内底啦。啊，唔只会咱去啊去。去拜天王，啊无，那美国无咧甲咱指导，咱敢有可能讲好啊来天王遐？哎、欸，啊来拜靖国神社，哎、欸，日本呢？咱台湾本土台湾有39100个呢，啊，日本伊讲哎，咱是中华民国啊。公民，咱的老爸也是咱的兄弟，讲伫啊日本的靖国神社啦，暗得神经错乱，真正，所以安尼个大家去了解，是毋是咱台湾当时是日本是？可分割的领土，伊唔只会把伊的公民刻伫伊的啊靖国神社咧祭拜，所以这就很明显啊啦，免什么变啦，吼、哦，各这啊大家吼，那较巧的看到这支旗啊。诶，入要反攻啊！你着足清楚，有诶要拄啊咧变。唔讲啊，这都迄个做像旅行团诶旗啊，你看到贵个旅行团诶旗啊。不管虾米旗啊，要入要反攻庆祝的时候，伊有两个关卡，我两年拢对卡着。两个关卡、哦、第一个关卡检查，第二个 关卡搁多啊检查。你那伊认为不要和你带入的，你底下很起啊假，唔和你滴袂到。第一年无甲咱创牌啊，第二年啊，你知影咱过来啊，甲你创一个先头部队啊，咱。亚底下啊，咱迄、那个讲台湾民政府第一车，吼、哦，亚第一车牌啊，才好你入去。安尼就足清楚。其他的什么啊，日本应该遐来牌啊，拢袂使的。什么第一车、第二车，什么拢无，应该呐安尼对遐对伫后壁安尼入去尔，安尼。去到遐，阁有同心讲，司仪啊，我讲台湾民社辛苦啦，哦，讲得牛啦，哦，所以讲，咱就足清楚，日本天皇啊足清楚，
所以啊，咱大家了解安尼就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报告到这，因为咱今日落雨啊，所以讲秘书长交代讲二十分结束，啊，咱我差不多过一两分啊，啊，歹势，感谢大家参与，感谢。各位同事，请起立。今日，各位同仙，各位同仙哈，帮忙一下哈，帮你们的那个桌上的东西哈，垃圾要收走。然后椅子要折起来放在桌上，啊、好不好？椅啊，拢个夹起来，椅子都要折起来放在桌上。啊，拜托、感谢大家。啊，咱哦，赶紧来翕相哈，赶紧来翕相。啊，童心要记得要去照相哦，不要先去收你的行李哦，要先去那个大门口照相。拜拜。